啊！哇哦，那是什么？我们去看看。超速号火箭。快一点，月亮先生，快一点。再快一点。超速号火箭已经超级快速了，银星。我们这样怎么赶得上？我有个主意。不好意思，请你慢一点好吗？我们追。我们还以为永远追不上你了。是啊，你的速度这么快，我的超速号火箭只能勉强跟着你。如果我想要快速穿越银河系，我必须快速的行进。哇哦，我从没听说过有人这么做。你要快速穿过银河系？为什么？当然是走访不同的星系。我正要去一个美丽的螺旋星系，叫做仙女座。仙女座？那好遥远哎。真是了不起的冒险。是啊，跟你们聊天很开心，各位，但是我真的要赶快了，也许我在回程中能赶上你们。对了，我是超级星。祝你顺利，超级星。